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 PS5 手柄音量怎么调节。因为在很多 PS5 游戏里面， PS5 手柄是可以发出声音的，有的声音很大。那怎么调呢？我们来到上面的设置，找到声音，左侧第三个来到音量，右侧有一个控制器喇叭，默认是居中的，我们可以调整它的声音大小，比如现在是最大，我们回到游戏试一下。现在这个声音都是从手柄里面发出来的，我已经把音箱关掉了。好，下面我们再调小听一下。我觉得吧，还是把这个声音调到默认居中是比较好的。但是有的游戏，比如那个2077，它的声音比较大的话，可以把它调小。特别是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你戴上耳机，但是手柄会发出声音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次视频的全部内容，希望能帮到你。欢迎关注小白的宝箱，我们下次见。